觉肚子鼓啊，哎，哎，感觉肚子鼓，嗯，感觉肚子鼓啊，我看到那个1945年的这个啊，扔下来的第二颗原子弹啊，第二颗原子弹，第二颗原子弹，叫胖子啊，第二颗原子弹胖子啊，里边呢，那个壁很厚啊，壁很厚啊，猴子在里边啊，猴子在里边啊。等倒下来的让他反应了啊，让他反应，让他反应了啊，在里边啊，剧烈的在反应了，剧烈的反应呢，肚子就鼓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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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剧烈的反应呢，肚子鼓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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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那个肚子鼓起来的啊，就是那个那猴子啊，接下来就是正在开始要处理猴子了啊，4月20号。正在开始处理核物质了啊，正在开始处理核物质啊，然后，从外宇宙来的飞碟，加上已经在这边的飞碟啊，加上前面已经准备好的，开始，实质性的要处理核物质了啊，实质性的处理核物质了啊，肚子鼓就是，告诉啊，陈金南第二颗原子弹叫胖子啊，肚子鼓啊。那个原子弹就肚子鼓起来啊，肚子鼓起来啊，肚子鼓起来啊，现在开始实质性的做这个事情了啊，标志性的事件要开始做了啊，好的啊，哦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嗯，再见。